这一桌特别是给你看的啊，人家吃的部分还是大哥，差点夸张吧？最辛苦的是摄影大哥啊，对不对？牛肉的熟成，不加酱直接吃了，不要闹啊！今天是一个生日蛋糕，好羡慕，好甜哦。开动。开动喽！来，那这个叫什么？这也是沾这个吗？这也沾这个。哦，好，看你要不要沾呢、啊？这样吃也很好吃。谢谢。虱目鱼啊，它是用虱目鱼，然后那个姜是鱼姜裹上去，很好吃哦。而且很简单哦，很好吃啊。它的汤头很简单，就是很简单的汤，然后加一些姜这样子。反正它的口感是因为它可以咬到每一根那个肉质哦，很好喝耶。特别是给你看的啊，人家吃的部分还是大哥，差点夸张吧？最辛苦的是摄影大哥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叫汕头，对，超级不陌生的、啊，那边吃了。那为什么会来？哦，十年？为什么？我第一次来就是师兄带我来，五月天带我来。那时候我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，那就是我们去参加他们的演唱会的开场，对，开场结束以后，大家庆功宴是在这边，对，所以那时候才第一次来吃。一下，再一下，要再一下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喜欢吃生的这样，我再一下，要看那个熟成，你们要可以了，这可以了，这绝对可以。牛肉的熟成，不加酱直接吃了，不要闹啊！直接是一个生的蛋糕，好羡慕。因为我不吃牛，所以我这样，很甜，不知道这样的感觉，好甜哦。